晚上好，长沙。The view from our hotel window was breathtaking, so gorgeous. Do you agree? This Japanese pancake was so yummy. It wa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sweet and soft. I ordered the Oreo one. I wish I could eat it again right now. 我们今天晚上的计划是先去橘子洲头看那个湘江的夜景。看完之后，我们就去长沙的夜市吃美食。哇，好厉害哦 ！Good job。来长沙旅行的人真的好多，每次坐地铁都好多人。Honey。我老公觉得这个很酷，很有特色，然后就拍下来了。啾啾。Such a cute train. Oh, this one's cute too. A pink one. 明天我们会坐这个。Yeah, yeah, yeah. 哎，这个美女是谁？往这边走是进去景区啦，不是去 river 了。要搭乘非常时车。所以就是坐地铁到橘子洲头下，然后从地铁口出来往前面走，就可以到湘江大桥这边看夜景。长沙最美夜景果然名不虚传，还是很值得一来的哦。Wow, it's so beautiful. Yeah, so beautiful. 我觉得这挺好看的，男的好看。最期待的美食时刻来了。So many people. 这边的小吃街真的非常多，感觉都走不到尽头的那种。谢谢。好吃吗？你想要什么就跟他说，他可以打包。水果还要不要？要什么？豆花儿。好期待。So many yummy options. Yeah. 美女，你的饭点好了。我先拿这个上。要不要香菜？要，辣椒皮酱，要都要。这个呢？要。这个呢？要。长沙特色米粉。哇塞！好像我们两口都没尝过哈。没吃过。没吃过。尝一下。好，你来，老婆。Delicious， 有没有辣？辣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好好吃。I'm excited. So sad, guys. 牛肉粉快没了，给你们看，好好吃 ，so delicious. 我不骗你 ，That 牛肉饭 was one of the best meals I've ever had. So spicy, the soup was so good. You gotta try it out. 长沙特色，甜品站哦，来麦当劳。我想点一个这个芒果冰淇淋，好吃呀。那么还有榴莲冰淇淋。大家想不想吃？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芋泥香什么鸭，芋泥鸭 ，duck。哇塞！哎呀，我还在想那个牛肉粉，爽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 Walmart， 我好久没去，应该几年了没去过，应该几年了 ，Let's go。三 D，
在窗下。耶、yeah.